出海呢？肉姐太怕晒了，好像太凉了，不愿意跟我一起玩摩托艇吗？ No 晒。要出发呢。好美，是好晒啊，然后我抹了防晒，这个头发就是说太恐怖了，已经飞得不像样了。叫牙出门呢，今天出门怎么叫吧，早上突然一下子有点不舒服，有点不舒服，但是现在好，现在好了，他终于好了，我好开心呀、啊、短暂的经历了起伏。我刚刚今天的孔女士，这个小裙子，一蹦一蹦，是九十度吗？是，就送，然后就开始疯狂无敌那个水，一个大雪的狼狈，口罩都湿透了，都快灌水，妆也没。哎，我们玩了那个大喇叭，还有垂直降落的那个东西。好吓人，但是他没有玩，但是我跟助理姐姐玩了，这样双手环保，咻，然后好多水中湖一直那个楼梯就一直有呼呼的水，然后我这人又不会游泳，不会怎么憋气，然后就整个被气干了。我们的这个水世界之游结束。